Hello， 先生小姐，欢迎你，我是艾露，而家玩紧嘅系 Europa Universe 4 Outrun 4，咁啊 ，multiplayer campaign 跳蹲骑士团，一个奥地利同埋一个威尼斯，咁啊，三个喺欧洲、中欧嘅地方嘅人啦，咁啊，依家跳蹲骑士团都几大下 ，OK 啦，发展几好 ，so far player 都唔错嘅，发现得，咁啊，威尼斯似乎都会form到意大利，争在佢方唔方嘅，咁啊，法国咧呢个电脑咧都唔知做乜鬼。向下食咗阿拉冈，同埋一个卡肖夹粉瓜分咗阿拉冈呢个地方。喂，另外佢仲同卡肖夹粉瓜分埋葡萄牙，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局面。不过西边咧就变成有一块好强大铁壁啦，基本上系一个法国位。卡肖系阿拉咗 hosting England 同埋 France， 咁基本上西欧呢个地方咧系已经西欧呢个地方系好硬净啊，总之一个好硬净嘅场。而一个苏格兰咧就搬咗去爱尔兰，因为苏格兰佢本身嘅土地已经俾英伦食晒啦。应该可以同英国阿赖，好阿赖埋佢先啦，阿赖住先。咁啊，万一有啲咩事打起上嚟嘅话，都可以有啲依靠下。阿先啊，呢一个咧 ，vessel 得唔得咧？呢个系。啊，唔可以 war marriage， 唔可以 vassalize， 冇计啦。哦，咁咧，我应该差唔多可以 declare war 咯，同一个 Muscovy Gotland Teutonic Order Raceland， OK， 仲未得，仲未可以 declare war。咁我哋要睇下 Muscovy 有几多兵啊，military army Muscovy Moxifor 中央陆军系有84000嘅，都唔少嘅。我哋得70000啫，依家暂时系加多啲，叮 confirm 埋呢个地方。好，起翻多啲兵先啊！依家唔需要啦，呢个咁起多啲骑兵，一、二，呢度两只骑兵，跟住其他啲就起炮兵，叮定叮定，搞掂啱啱四只。咁啊，又要等啦，因为已经冇晒钱啦。咁啊，順便可以等 manpower 加翻啦。依家10K manpower 每個月就可以加成位，每個月加成千幾人啦，都唔差噶。咁樣加上去咧，睇下先啊。一個月基本上可以征一隊兵啦，只要有錢的話。另外咧，可以請翻啲新嘅 leader， 但係tradition 又太低，又唔係咁啱使住。等我打下仗，需要打仗嘅時候先再請啦。依家就丹麦同 Muscovy 同盟咗。哦，咩事 ？Smallland Muscovy 打 Crimea。OK，Crimea 咧 ，Crimea 系同呢个 Muscovy 同埋 Ottoman 系分开两边互片嘅。咁啊，睇先啊。Mamluk Yemen 分 J Crimea 咁得意，佢哋成日都系啊开战嘅时候咧，奥图曼开战嘅时候，永远就会同 Crimea 开战一齐打仗嘅。咁啊，总之系敌对嘅。咁但系打完仗之后咧。Muscovy 咧就会唔系呢个奥图曼咧就会同咧 Crimea 又同盟翻，咁啊已经重复咗几次啦。OK， 丹麦就 embargo 我，咁我可以打获佢。哎呀，有呢、這个趁呢个时机咧，咁我就 fabricate 多几个 claim 先啊 ，fabricate claim。Fabric 系有得 frap 就 frap，OK、okay， 加十 precision， 叮40队，继续咁啦。另外呢一边咧，我都 fabric 下先啦。Fabric claim， 睇先啊，呢个最近咧佢系咩咧 ？Ox， 睇边几个好啲先啦。Oxtiff、Pristiff、Chrome， 好、哦、Priskov， 咁啊好 fabric 呢个地方先。Priskov fabricate claim Priskov OK 呢个 Go technology increase 咁啊可以加 depot tank 16 level 咁啊仲 head 一冇系 head 咯好 improve 咗佢先16 level naval arsenal post office trade range 加 trade efficiency 加咁啊收多啲钱好啦继续征兵先啦、咦，还钱喎 ！repay 窿，哇，仲有四个窿要 pay， 咁啊，唔 pay 住，储翻啲钱，咁啊，起埋啲炮兵先啦，一、二、三、四，交掂。呢度 dance 差一，
呢个呢55 OK， 咁可以两边都放住啲重兵力喺度先。咁加埋有80几队啦。咁啊呢度呢有同 Muscovy， 如果 Ukraine 又咁快同 Muscovy。阿赖咗哼。Crimea。OK， 被人发现了我们 Fabricate Clean， 那啊有些 Aggressive Extension， 少少。嗯。上这个是 Gotland， 不是这个 Regna， 算了掹走它先。遲些先去搞。那啊去继续 Fabricate。Damn， 减10 Naval Tradition。哎食掉你。奥图曼又想问我拿 Military Access。他们真的锲而不舍。非常之顽强，不停咁想问佢 rifle 攞一个 military access， 但系基本上冇可能嘅。哦，咩事啊？你话喺 Muscovy 基本上已经同一个奥图曼系瓜分咗克里米亚啦。咁我睇 fabricate 嚟到先啦 ，fabricate 叮。哦，我哋喺 Muscovy 嘅 fabrication 亦都被人发现咗，亦都有正常嘅，非常之正常。呢度四队。40 40哦，这个拆一点出来先。2 3 4 5 6拆六只步兵出来。过来这里。Group 埋先啦，这里拆六只步兵出来。1 2 3 4 5 6。另外拆多两只骑兵啦。叮叮。我过来这里叮。呢度都掹多两只骑兵出嚟先，叮叮搞掂。过呢度咁呢度16队，跟住咧剩低就起啲炮兵5队，最多可以起到。叮，哎呀，哦一队，两队，呼。咦，哥伦佢仲未俾人打沉喎，估唔到我只 block 咗又俾人。Sweden 负五，非常好啊！咁我可以帮佢，其实睇有啲咩人先啊 ？Scotland 同埋 Frostwy， 喂，好，有 Conquest Castle Spelly 对丹麦，咁咧点搞咧？屋企又有 CB， 有好多 CB。哦，继续嚟到 fabricate 下先啦。Sweden fabricate claim， Finland， 跟住丹麦唔 fabricate 住啦。呢度两队。我都系时候要起翻啲 transport 先得。睇下先啊，佢哋有几多海军咧？依家 Sweden 嘅海军系28只，总共系5只 transport， 14只 galley， 9只 light ship。咁我起翻啲 heavy ship 先，又喺度开始强化翻我哋海军啦。咁啊，因为长期俾人咁样抽水法，真系迷路。咁另一方面咧，佢打紧仗，好 offer peace 先啊 ，offer peace 系一个 enforce peace，enforce 唔想，咁我就同佢开战啦。等先啊，等多月，叮叮叮 reject 咗 ，OK， 好，咁我哋依家系一个 declare 咗 war， 同一个 Sweden 开战，咁可以避开咗其他低能嘢。其他唔使再拉埋 Muscovy 啊，唔使再拉埋唔使再拉埋法国入嚟。好，咁啊，依家咧就问题就系点样上岸啊？要起翻啲海军。哎呀，睇先啊，呢度咧 ，finance of horse 加埋佢先。哦，咁啊，唔使加上去住，悭翻啲军费先。反正仲未开战住，咁啊起翻多啲内海船。Galilas 呢个16只非常好，噔噔噔噔噔起咗5只。
跟住我哋咧就有六隻 transport， 唔系咧就六隻都系加嚟嘅 ，war galley 嚟嘅，咁啊廿几隻啦。咦，十六隻？一个系咦唔系呢个 bug 嚟嘅 caravan 呢啲全部 trade ship 嚟嘅，去睇错嘢添。唔紧要啦，慢慢等下，再起多几隻先啦。加尼勒士内海战船仔有几多得几多，尽量要靠佢哋渡海嘅。25隻，3隻步兵，3隻步兵，落紧岸，上紧岸我哋啊！过去出去打下先，既然系咁就 ，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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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四火唔够打添，就撤退撤退撤退。哇！沉咗3隻 light ship， 继续起，有得起就起。叮，哦，唔够打，佢尝试不停呢、个挪威不停咁想尝试搵人落去踩下葛粮，点知啊踩极都踩唔到。始终都是失败收场，非常好。咁我可以趁住个机会就 group 埋啲船先，咁啊搬晒船过嚟。因为就有两只 trade fleet， 喂，23隊，佢几残嗰啲人过嚟啊 ？OK， 20隊，20几隊，哦，我要船，唔系要兵，过晒先。OK， 好啦，33隻船仔继续起，叮叮叮叮叮叮叮，grow up， 过埋嚟，好啦，总算叫做有翻个似样少少嘅海军啦，依家。咁呢依家呢 Vortex 就可以起到。27隻。13、14，好过嚟先。过嚟尝试打打佢先。头先我又冇呢打添。唔緊要。冇呢打我夠打嘅，船多佢。咦、出嚟。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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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13、14、91。我啲细船仔多过佢，哎呀，打啲战力似乎差啲。啊，点解真系唔够打？唔通佢有一个海军嘅 tradition？ 睇下先啦，系咪咧？海军系 naval idea， 佢系有啊，咁啊差啲啊。OK， 差少少，唔紧要，继续起翻啲。呢个时候咧，加翻啲。加翻啲 military army supply army maintenance， 咁啊加上去再 gel， 哇42嚟呢度已经补翻啲士气，咁呢度再加埋先啦。哇，扣12蚊，哇扣19蚊，咩事？哦，叮，搞掂。Oh no， 冧咗 ，boom。boom， 搞掂，落淋翻啲人喺度 ，detach siege 走。海军仲未搞得掂，因为佢海军实在好劲，完全唔够佢打海军。啊，起多几隻内海船先，真系。哎呀，借翻少少钱，叮咚。Vortex， 哎，唔起啊。Galilus。叮叮叮叮，起多4隻先。哇，蚀紧好多钱啊！依家，喂 ，Russia form 咗咯，终于由 Muscovy 变咗 Russia 咯。廿隻，廿五隻，
哇，终于敲到上打啦！系嘛，恭喜晒！点搞好呢？对，过唔到去，一就冇开过啊！喂，顶你个肺，由你！哇，扑你个街，咁样偷袭哦！扑街，唔走啊你！咁样怼冧咗两队，你知唔知嗰度钱嚟噶？哎，搞掂全灭，叮走。睇下啲咩可以同佢丢下先啊 ！Refoc Core、Return Core、A New Treaty、Resignation， 哎，可以割咗芬兰出嚟喎，哼，50% more score 可以割咗芬兰出嚟，好啦，咁啊，依家最紧要系怼冧佢啲海军啊！但系点怼啊？又计，哎，唔需要。咁啊，运啲船过嚟先，起啲船仔先喺呢边，叮叮叮叮，哇，又嚟！嘣，逼顶你个肺啊 ！OK， 搞掂。哦，拆翻啲出嚟先。叮叮叮叮，廿几队。哦，加过几一个月，我想继续起翻啲入兵咧，少咗五队。四啊三，咁啊起翻队位。又理佢两队两队咁嚟偷袭我都有嘅 ，boom， 诶咁喺度企定啦，费事俾佢行埋偷袭我啲兵，起翻两队步兵，一队步兵一支炮，搞掂，又够个够啦，已经咁快啊，点算啊？又用唔到啦。哇 ！reduce inflation 都唔得啦，因为唔够 inflation 啦。咁我依家真系赚杀得晒字添。诶，有咩可以起咧 ？temple 好啊，都好啊，起咗佢啦。喂，三队想点 ？detest siege。都过嚟，哇哇哇哇！冇，翻咗，喺度，嘿，搞掂，group 埋佢廿几只 ，group 埋佢 ，OK，Venice 唔系喎，一个 Norway 嚟喎 ，Military Access。睇惯咗 Veritas at 42度个 Venus 之旗，有啲唔惯，因为都系红色，同一个挪威之旗差唔多啊。喂，嘿，等我冧埋呢度先，再算啦。哎呀 ，Hungary 喺度做咩咧 ？Hungary 帮紧手我嚟，诶，但冇喎，佢冇嚟开战个 Norway、Norwegian、Brazil、Denmark，OK、okay?。好啦，呢个 group 埋二十队，呢个 group 埋，呢个 group 埋，冇钱啊又，今日都冇船起啊，依家都，头先啊，依系17-84，哼，请个 leader 先啊，请个海军 leader， 321都好。好过冇 ，meter access 手机容许呢个撑啲，啊又要借钱 ，OK 谂翻搞掂，咁似乎挪威好多人嚟紧喎，嘣。
Hungary improve 下先，呢边过嚟。跟住呢一邊，加二 mechanism， 一加33 depot power 嘅 mechanism 啦。好啦，拆件先啦，噔噔噔，哎，唔需要住，咁啊起多几隻船仔先。呢副起多几隻 brick。叮叮叮叮叮，五隻嘅，另外起多幾隻加尼勒斯。叮叮叮叮叮，好，五隻搞掂。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好啦，咁今集去到呢度先啦。咁啊，我哋同一个瑞典嘅战争都系啱啱开始啫，总算有啲海军叫做可以去到佢哋嘅本土上面啦。好，咁啊，今集去到呢度，下集再见啦，拜拜。